啊，大哥，哎，你慢点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好。怎么了？哥，你能带，你是去镇子上吧？对，我去镇子上。能带我一下不？啊，你着急什么？哎，我奶奶生病了，然后得下去给她买药。我这，对，我爸这会儿班车也没过来，我着急买药。那行吧，那你上车吧。那你在这咋要咋收费啊？这么着急，嗯，那算了，不要钱，你直接上车好不好？不要钱。对啊。哎呀，你没事。哎，别跑啊！美女，别跑！别跑啊！着急啊！哎，过来过来。你不要钱，我就不坐你车了。那你平时坐车多少钱嘛？我平时坐下15。哎，给10块好了啊。10块啊。啊，那谢谢大哥。啊，上车。嗯，天哪，你们这路好险哦！对，我们这个弯子都好急的。嗯，哎，哥，你开慢一点，我们这弯子急得很。嗯，好。哎，美女。对。你。嗯。你平时都这样拦车吗？下山。嗯，没有，我们平时都走下去。今天真的是突发状况，我奶奶突然就是生病了，完事我们家里也没有药。那你不发我是坏人吗？就拦我车？嗯，那我就也着急。而且看你也不像坏人呀。好吧，那我还是走快一点吧，好吧。嗯，对。哥，我到了。对，终于到了。给你拿车费。哥，我只有10块钱了，给你吧。哦，好。对。我赶紧去买药了，哥。哎。啊？等一会儿。咋了，哥？你刚，你只有10块钱了，那你不是给我10块，你没有钱买药了？完了，那咋办呀？我好像没有再带别的钱。哦。那哥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你要多少啊？你借我50可以吗？50啊？对，我买药了，我等一下回去还给你，可以吗？哦，那不是，你药买完了，我还要送你回去啊？那你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？那咋办呀？啊，来，我借，那就借你50，这10块，再加上这我还有40，借你50，你赶紧去买药，药买完了再说。哦，那我们等一下，我回家一定还给你，好吧？啊，快去啊！好，我先去买药。嗯。哥，买好了。你买完了？嗯，买好了。我都买完了，你还剩的有钱没？嗯，没有了。那你怎么回去啊？我走回去呗。啊，你奶奶不是着急着要吃药吗？我送你回去吧，上车啊，走，我送你，没事的。反正你是回去还给我还钱嘛。那谢谢哥。啊，嗯，上。哥，我家到了。啊，你家到了哈。对，上面那家就是我家。我这么远啊？对。我看这边有条河吗？对，得过河。啊，你得过河。哇，水还挺大的。对。其实那哥，你跟我一块过去吧。哦，要回去啊？对，我给你拿钱嘛。怎么过去？游过去吗？没有，底下有一个铁索桥的。哪里啊？那边有个铁索桥。哦，有个桥啊。对。都是走过去的。对。过去。走嘛。好吧，我有点不敢过桥。没事，我拉着你。哥，快走啊！你胆子好大啊，这桥你都敢走？这不怕的，我每天都走。天哪，这水这么深，我快掉下去淹着了。你不敢啊？那这缝，天哪，这缝好宽呐！你不敢走，拉着我吗？你是不是害怕？那拉着我，我到了，我拉着你走，走。嗯、慢点，你小心一点。嗯，好。好，那你快去。到了，哥。哎，终于到了，你家好远啊，累死我了。你先坐一下，我给大家做饭。啊，做饭哈、啊。对，我给大家做饭。做什么饭？你想吃什么？都可以，简单一点吧。那给您做面、啊，哎，好了，哥，开了，开了，哦，对，滚了，直接下面下面了啊，嗯，直接下面。哇，煮这么多吗？要煮这么多吗？出来也就一大碗，嗯，你的饭量应该差不多吧？可以，那我喜欢吃软一点的。哦，那我多煮一会儿。嗯，啊、哦，多煮一会儿。哥，面煮好了。哦，面好了。嗯。呀，这么大一碗。嗯。要你挑一点呗。我给你直接一条，先调泼嘛。我怕我吃不完。这么大碗可以的，这个很好吃的。放盐哈。嗯。再放点醋。啊，放这么多。对，放点醋提鲜嘛。哇，还要放啥？生抽。
生抽还要放？嗯。哎呦哟，可能味儿有点重哈、啊。没事，我口味比较重一点。你口重哈？嗯、那正好、哦。放点绿菜，嗯。放点蒜泥。蒜泥，再搞点葱花。葱花。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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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哎，给你自己留点，我不要那么多了啊。再来点绿菜嘛。嗯。啊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是放辣椒面。哦，还放辣椒面，天哪！肯定的呀。油泼面的灵魂，放这么多菜还放辣椒面？嗯，哦，放这么多不会辣吧？哎，这不是很辣的，这种香辣的、哦、天哪，嗯，哇，放这么多，然后还要拼一点细的，还放点细的。哦，你们咋这么会吃？这样子做出来的才好吃。我可是怕辣哦。我们这不是很辣的，我们这是香辣的。好，好了，油烧好了。哇，真泼油。那你泼吧。嗯，你往后一点啊！好好好，嗯，哇天哪，哇，哇好香啊！我把它剥开，这个一定要剥透，对，不然不好吃。对，还要来一下哈。再来一下。好，来，哇，好香啊！狗都叫唤了，你看和你后面那个狗都叫唤了，它忍不住了。嗯、我帮你拌。啊，那你拌吧。我帮你拌啊。我这，好，你拌的应该好吃一点。拌的开一点，我怕我不会拌，你拌的应该比较好吃一点。嗯，拌的应该比较匀一点。嗯，好了，拌好了哥，口水都流出来了，可以吃了哈。嗯，尝一下，尝一下我的手艺。那我尝了，再就一口蒜嘛。哇，还就口蒜？嗯，咋这么会吃呢你们？嗯，就口蒜。嗯，趁火吃面。哇，太香了啊！尝一口，尝一口，那面，嗯，尝一口，尝一口啊。味道还可以吗？哎，你别说，看起来辣子多，不是很辣哈，不是很辣，很香的。对，我这辣子就是香而不辣的、嗯、那么香。哎，你辣子怎么做的，怎么这么香啊？我这样、嗯、我这碾哈的呀，石碾子碾哈的呀。石碾子碾的？嗯。什么是石碾子能泼得这么香？你没见过呀？没有吗？那我带你去我们后面看一下。后面？嗯，我们后面有的，走，看一下。正宗的陕西秦椒十年辣椒面，香而不辣，辣而不燥。十年辣椒面低温碾制，保留秦椒的原香原味啊！你看晒过期这辣子好不好？没得是不是啊？是这辣子，大家注意看看，你看这个辣子好不好？嗯，咋样哥？可以啊，你这十年辣椒面确实名不虚传，香得很。那肯定，吃啊哥。好，嗯，我吃一口。哎，你这有没有卖的？你要啊？嗯，我想。给我陈姐朋友带点啊。你给你朋友带啊？嗯，那多麻烦呀，你都不用那个啥了。嗯，那你让他点击下方小黄车去抢呀。咱小黄车现在还有活动呢。还有活动呢，一斤到手，看这么大两袋，这么大两袋，你现在去抢，还给你送一包这白芝麻粒。真的？对的。那我看不进下方小黄车，评论区链接可以买。哦，那个评论区置顶链接还有屏幕下方小黄车都能抢。对呀、啊，你这油泼面真的好香啊！对，你让你朋友自己去抢嘛，还包邮送到家呢。好、啊，我就吃完就去让他去了。对，吃个、嗯。去抢，这太好吃了，你这，绝了，嗯，你也吃吗？嗯。